三杯茶，好大的杯杯。强哥呀，说给你说话累得很。哎呀，你不知道还有你呀！哎呦，摔了，那你坐着。你放开你坐着，我去喝。哎呦！现在好，你给我坐到，你坐到，你是爱心是什么？坐到台上两杯哦。我那九十九行不行？不行的。不行，我吐你车上。两杯。麻痹球球，去麻痹球球干嘛？后来放生了。然后呢？然后脚我拿回来了。现在要去干嘛？等我把脚找回来好不好？好。我在家里乖乖的等你。你要不要亲亲我呀？你在哪儿？你看我的鞋，你不准穿。我的鞋，你不准穿。这是我的鞋，你不准穿。